传承的责任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来，不如我们请三位青年才俊逐一来发表十年感言。你先来吧，钓鱼。哎，也摇起来。摇。我觉得我没有十年，刚刚一年，而且还不算一年，所以我今天晚上觉得很幸福，能够跟这么多前辈一起坐在这里，站在台上，我觉得很幸福，接触了电影，学习了电影的知识。他是北电的。我觉得这个奖给我特别特别大的鼓励，谢谢北京电视台。海哥。女士优先，杨幂。大家晚上好。其实我刚刚在台下偷偷数了一下，我第一次拍戏是在15岁的时候，今年我20岁，刚刚好10年。说起来也巧，那我也是北京人，那跟美娱文日播报也是好朋友啊，所以这次来北京台特别的亲切，回家了。虽然我拍戏10年，但是和台下坐的众多的老前辈比起来，我知道我是一个新人，我以后会更努力的。也谢谢你们一路陪伴我，我继续加油的，谢谢。学习美丽，不美不行。来一点。大家好。